咱们就姐妹会啊，今天来探讨的问题呢，我们常常说啊，胆大包天，到底你是胆子大好呢，还是胆子小好呢？我认为胆子小好，因为胆子小好，我就会守法，会怕事情，就不容易出意外，也不会开快车，也不会在路上跟人家呛赌，这样就会很少产生意外。你会守法，胆大包天的人呢，就会常常发生不必要的意外，甚至于不守法。所以说，男人到底胆子大，还是女人到底胆子大呢？到底碰到心中有分很多层面，一种是怕物件的这个就比如说看到昆虫啊，看到会走的东西会害怕；一种是心理层面的阴影。今天我们做深层的探讨，来介绍杨聪才，欢迎杨医师，欢迎。接下来叫马士礼，大家好。艾迪克斯 ，Hello， 大家好。如果问每个人心中最害怕，你问我，我是最害怕大家不收看 WTO 姐妹。一个人睡觉， oh， 我晚上非常怕，我从小到大真的我有很多朋友可以帮你这个忙。我从小到大都不敢一个人睡觉。艾利克斯就不一样，艾利克斯最怕起床有口臭。对，我们最近的广告拍的是什么？你有怕什么吗？我怕半夜老婆打给我。打牌的时候，你知道吗？一打来，哎呀，怎么办？真是敢接，而且通常打牌的时候，接了要回家，你不接也完蛋。而且还有打牌的时候，先掉一定输，一定输。对，因为心情就不在这里面了嘛。对，就害怕了，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我了解，这个我了解。啊，八位新住民，我们今天探讨呢，当然轻松这个话题，当然还要了解一些心理的层面的问题啦。我们先来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新住民来讲，你们觉得女人比较胆子小？还是男人比较胆小，我们三位专家也要举牌了，请举牌。好，哎，对，这样就对了。我们来看哈，四票对四票，一半一半。专家来讲，女人比较胆小。专家，你们放一下不放？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听听我们新住民的看法。阿松，你觉得男人胆子比较小，是你呀？别人不知道，别人不知道。那你来说说看啊。不过我必须承认，我特别我自己胆子很小。因为我去外经到兰屿，在民宿里看到壁虎，一个壁虎，壁虎，我觉得很可怕，壁虎都可怕了，可怕，很小，但是白色的壁虎可怕，就立刻进民宿的老板，帮你处理，帮我处理。台湾的朋友跟我说，一个壁虎是好，它吃蚊子，好家伙，一种好家伙，所以我比较放心的。不过，当我把灯关掉后，那我的心里一直觉得，壁虎好像还在盯着我看。你长得像蚊子吗？壁虎干嘛盯你看呢？壁虎只盯蚊子看呢。我怎么睡不着？蟑螂呢？蟑螂更怕。蟑螂。男生如果这些东西都怕，那算胆子很小。对。是思思。像我是。胆子小是被老公害的，像因为晚上我比较会怕暗，然后老公就会关灯睡觉，就害我不敢起床尿尿这样子。然后像台湾不是会报道新闻，就是会什么在马路上会拉人砍啊杀啊那一种，那我看到那样子，老公特别喜欢看那种新闻，可是我看那种新闻我就不太敢一个人出门这样子。你去卖槟榔，面对的更多形形色色的人，你都不会害怕吗？因为他不敢怎么样啊，那个什么叫不敢怎么样，很多。对，我觉得卖槟榔比你在家看电视要恐怖多了吧？对吧？他们不敢怎么样，那个他们都是好人。其实那个新闻播的。就会把人家影响到，好像台湾治安是这样。其实讲起来，你到全世界看，台湾治安算真的不错，非常对不对？那 Ran， 你说女人比较胆小，对。可是我觉得很多女生怕的是假装的，不是真的。哦，假装的不会认为。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以前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女生就是一定要碰到一些东西，说哦这个哦。老师啊，老公是这样子的，再给男生一个机会，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认为我们男生很怕，可是就是我们会怕，就是要抱女生什么的，所以有男生就是不愿意，就是自己有没有蛋蛋就自己就牵个手什么的，女生会用这个会用这样子的借口，就说哦什么帮你的意思，你是说女生她会喜欢男生，但是不用把什么方法去接近她。所以会看到说啊，有一条蛇就跳到男生身上，对啊，结果看的是一条绳子，这样，类似像这种东西，对。不是女生胆子小，应该是女生心机重，对不对？你是精神科医师嘛，哈，来请教您举的这个女人牌有什么根据吗？
因为各位要知道我们在脑里面啊，嗯，哦，你要看到这个位置呢，有一个粉红色的位置，叫做杏仁核，嗯，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恐惧中枢，嗯，我举个例子，现在我这样往丛林走，嗯，啊，丛林前面就看到一条长长的东西。他在我们的祖先要是就是神经大条到说要到面前才知道说，哎呦，这是一条狮子，嗯，这是一只狮子，那就是完蛋了，嗯，他一定在这边的时候，他的这个杏仁核呢就要启动，告诉他说，嗯，这条可能有狮子，所以在这个长久这样训练之下，我们男人的这种杏仁核啊，他就会变得体积比较大，作用速度比较快。我常常发现男生去偷吃会害怕嘛，对不对？会怕嘛啊，老婆知不知道的？那女生偷吃都很大方啊。谁说？所以，我刚刚胆子比较大的应该是女生啊。我刚刚为什么有一阵子把牌子放中间哈？这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女生好像比较好。虽然我们女生胆子相对，因为这杏仁核比较小。哦，所以他造成他可能恐惧中心比较，但是他心机比较重。哦，所以我哪有？我就我相信你说的。女人做偷吃的时候，男先生他不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没有。女人偷吃为什么他没有男生这么害怕这么小心？是因为女人偷吃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豁出去了。哦，通常女人如果决定要劈腿的时候，她已经准备要放弃这个了。所以你这时候就比较恶向胆边生了，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那男生是一定要。想要自己的经验，怕两条船，一定要想怕两条船，所以才会害怕、啊。他讲的有道理，因为他经验丰富。好，讲的像真一样。来给马斯利鼓励一下啊！咪咪，你觉得是女生胆子小？哎，我觉得是男生。男生，对，就是我们巴拉圭有一种说法，说那个人长得越高越壮，就是胆子越小。哦，就是像那个。像那个大象怕老鼠一样一样的道理，可是男生是比方说就是为了保护家人就会觉得胆子小，可是像我老公是像那个怕那种蝴蝶老鼠跟他一样那个皮虎这些小东西，皮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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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了，皮虎啊，像如果看恐怖电影的话，就是我们两个都会怕，所以晚上睡觉的他会帮我吵醒，然后说真的我要去尿尿，那不要跟我一起去，所以就是他也是怕一个人出来。那晚上我们是开灯的睡觉，哈，所以他也是怕。你们自己在家里还怕什么？没有，他没有太怕，没有太怕，他是让你们不要怕，所以他开灯啊。没有真的会怕，对啊，为了你们啊。孔锵真爱面子哦。孔锵话那么多，派一个任务给你，我们就实际考察一下好了。男生们派孔锵啊，女生们派了个吉娜。火车站前面有个鬼屋吗？听说还蛮恐怖的。我们看他们派不怕不怕。来，我们来看这段影片。谁胆大鬼？今天我们来看看谁是胆小鬼。欢迎，首先欢迎我们那个女生代表韩国的吉娜。吉娜怕不怕？不怕，都不怕，哪有怕？非洲的孔锵，今天我们来这里是台北，是最可怕的鬼屋，所以呢，两位谁要先呢？你先啊，你来先。孔锵去吓人的，对，他应该是吓人的。男生 first， 我们有英雄 first， 男生 first， 来来，这样好了。好，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你先去啦，加油！怕，害怕，害怕，害怕！不会了，对了，我加油！好好，我跟他加油。男子汉大丈夫，孔锵拿出你的胆子来，就先传给那些弱女子瞧瞧呗。这还恐怖哦，你们觉得？你觉得这个帽子浮在那边吗？对呀，我怎么这样？不错哦，孔锵好像没有被吓到的样子哦。才称赞你豁大，怎么马上就被吓到后退三步啊？里面的人应该都怕他吧？对呀。出手偷了摄影机，才装出很 man 的样子，还想打鬼嘞。不过至少没吓到那裤子，总算是保住男人的面子啦。接下来看看Gina跟Mini的胆子到底大不大。Gina一定比较害怕。为什么？这是什么？啊，这啊，这个一起。Mini 跟他走吗？对对对。
不过几块布，居然就吓得大叫。进去之后，包准吓死你哦！真的害怕，他眼睛连笑容都没有了，他好发呆。里面是暗的，是吧？超暗的。天哪，不是自夸，胆子很大啦！怎么好像吓到流鼻涕啦？叫到好累啊！好累，你要喘气。这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孔锵，你去吓人的嘛，对不对？哎，人家那个不然演鬼的去吓到了。对啊。对对对，因为他太黑了。他来家出来。怎么这么黑？不是，人家想到怎么会有个帽子飘在这里？帽子飘，你想看到白色的牙齿？吓我啊！然后我也是害怕，然后我用这种的方式吓他们呢、啊。但是我们知道金娜也不是演，因为她脸不僵硬。他已经僵，还笑不出来了。但是我眼睛快要喷出来了，鼻涕也流出来了，口水也喷出来了。不是，我要跟观众报告，因为里面是没有灯光，所以看你还是像那个红外线，就一般特种部队用的那种红外线，所以看到您看到的情况是真的有很恐怖，超恐怖，超恐怖。米莉一直旁边说后面，旁边，后面，旁边，我一直都那最恐怖的是他，最恐怖的，他完全看不到，可是因为。灯的关系，我就看得到后面旁边的一些东西，所以很可怕。然后我要他走到不敢走，然后那个人快抓我们，所以就是我很怕。然后他一直你看你看，他就他什么都看不到啊。那那个人快抓我们，他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什么赶快走。你那天回来身上有很多凹车。他早上跟我说他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鬼屋里面哪有什么好朋友？就是你今天不要抓我，就一直这样。自己要活着吗？鬼屋里面没有好朋友。鬼屋怎么会好朋友？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米莉的表情啊，因为事情是米莉有很害怕吗？有啊，我一直跟他说我不想去那边，可是因为他说他要拍那个米莉，他说一定要我要陪他，我真的是他的好朋友才去陪他，我明明就很怕，里面很恐怖，真的超恐怖，真的有那么多人演，然后旁边真的看不到哦，然后忽然旁边他们会这样吹气啊，超级恐怖，有些东西就觉得我们觉得，哎，这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为什么会怕他？阿 Ben 你知道吗？个儿很大的一个人，结果那天上我节目哭啊。为什么？气球。哦，阿 Ben 怕气球，他看到气球就躲，然后我叫他咬了嘴巴去炸，炸两次就哭了。那很恐怖哎。那现在被我训练到他可以炸，但是还是会叫。瓜哥，那你下次要训练另外一个人叫黄小柔，他看到鱼他就害怕，他就昏倒哦。会怕鱼，他怕鱼哦。你在吃饭喜酒，鱼一转过来，他快吸不了气了，他跑掉。真的真的，他就昏倒。他有一次出外景，人家就上一道鱼，他就昏倒嘞。我们听很多啊，演艺圈像刘瑞琪是怕纽扣嘛。哦，对对。所以他衣服绝对不会有扣子的。这些就真的很怪哈。是我以前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呢，是真的，以前做钻石台做是忘记了，他。只要看到任何的水果，它就飞奔出去了。
水果，水果，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常常听不可思议，你不觉得？哎，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摇头，对不对？对呀，很奇怪呀。那我们可以写下来，就是说有什么东西啊，别人都不怕，那你自己却怕的皮皮错的，有没有？来，哦，看到没有？刚刚在笑别人，现在我们笑他。你看那 rap 是什么？那个叫秋葵。秋葵有什么好怕的？你为什么怕秋葵？会很怕哦。你为什么怕这个？不喜欢那个感觉。对。这外面的感觉，我其实不敢摸摸看，这个摸摸就是哪些东西，因为像猫猫，我觉得这样奇怪，而且特别是绿色，所以就是让我想到的是蛇什么的，就是很怪怪的东西，黏液对不对？对啊，就是这么是那一张 OK， 那个猪血糕都 OK， 那个、你现在猪血糕那一张都知道，因为在美国来讲，它是不吃那一张的。对啊，我连那个有看在头脑上有这个影响，就是说我这个概念，就是说我要想到这个，我就。真的很就是开始，不是要特过年特别节目就针对他把他绑起来，对，喂他秋葵，那不是节目就精彩了吗？所以你要看我们男生不能就是一般来讲，我们不能给你很大那么大的发表，就是说哦，我们还爬了秋葵这个样子，这个不要不要不要，但是真的这样子代表我们害怕，知道吗？这么好吃的蔬菜，他会害怕，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你看到吗？所以每个人不要想到别人说，哎呦，你怎么会怕这个？啊，有的东西你怕，别人觉得你怎么会怕这个？对，对不对？哎哇，你这个是什么？怕建筑物啊？是，我只有怕这个。这是伦敦的卢沙夫人的蜡像馆，他们有恐怖室，就是像吉娜跟秘密景区差不多的，有一个很大的房间，黑黑的，你一进去。关门之后什么都看不到，然后我一进去，他们又关门之后，我老公就说：“好，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不是说胆子很大吗？你去啊，你去啊。”你老公很恨你，对不对？然后我走了三步，我突然听到了音乐，就开始拐尿裤子，然后突然感觉到旁边有人，他还没。然后我老公说，那时候他。一辈子听到了我第一次发生那么样的声音，他从来没想过我会发出这样子的声音。老公终于满足了，对，以前都听不到这种声音，叫你怎么做怎么做，对，所以他以后就带鬼脸。比你还娘，这个声音你想不想？还娘吗？还娘，我现在没办法。可是真的那时候超级可怕。然后我走了两步，我就说我不走，你打死我，我不走。然后这个刚刚帮我搬的鬼，这个人就很客气说好 ，here go exit。然后我看你吓到了，对，看我吓到了，他知道我没办法进去，然后他还很客气的就像怂客一样啊，好，我刚你吓到，好，拜拜，就给我打招呼，就帮我看这个 exit 在哪里。然后我出来之后。我老公就说好讲啊，说讲什么，就真的就吓到到不行。然后我老公一直在那讲啊，讲什么讲啊，你赶快讲出来，我承认我胆子很小，讲啊。真的很笨吧？哇，真的。将来应该举办全世界来比赛鬼屋谁比较厉害，哇，那一定很精彩啊。那阿松呢？鸽子，把鸽子。真的。我已经倒了，我受不了。可是鸽子又是白鸽子，白鸽子代表那种天堂。这个高音的，叽叽叽，八一级棒的，喜欢。哦，拍的时候，是我拍的时候，那个高音的恶性。哦，所以你怕鸟怕壁虎，好奇怪。就好像人家拍这个，就好像有些人喜欢怕那个金属，像摩擦。对，哦，有些高频率的确实让人比较容易紧张起来。不，没有问题。啊，宝丽龙，你刮玻璃没有问题啊？比那个声音没有问题、啊、那这个比较可怕。对，而且在日本越来越减小了，因为禽流感的问题。禽流感的问题。变啊！所以你看到就会怕吗？还是你听到它出那个声音才会怕？你看到白鸽子就怕吗？灰色的，都怕。我照片。那你们有没有吃过乳鸽？啊，乳鸽吗？乳鸽啊，这煮熟的鸽子。吃过鸽子啊？没有，没有，没有。人家可能吃他都不知道了。假如一天在你家门口有一个鸽子，你会怎么做？你把门关起来，躲起来，还是怎么样？跑过去。今天早上来又是不是阿宋？一只你也怕 ？Only one。对，也怕。怕。那你要问中国人，中国人大概你看没？马上抓来下来，一只都没有了。就设陷阱开始抓。对。啊 ，Mindy， 你拿那个什么蛋花汤啊？对啊，就是我怕的是那个，不是全熟的
蛋哦，很多人怕。那可是好可怕。不是全熟蛋啊，你吃早餐煎的不就是太阳蛋一半是不熟的吗？你还要煎到熟啊，就是要煎到熟。从小的就是我，就是跟其他哥哥姐姐他们比较熟，所以就妈妈就是拿那个剩的那个蛋黄，就放牛奶里面，就是要让我们喝。嗯，哦，就是小的时候一直看那个东西就很怕，我连做梦都会梦到好像那个蛋黄就破掉了，然后一直要抓我。破了蛋蛋黄，干嘛不然要抓他？有蛋黄来抓你？对，因为我妈妈蛮恐怖的，我妈妈妈妈养鸡。所以一吃那个蛋很多嘛，就是放桌子上，所以我梦里面好像他们就会动，然后一个一个剥掉了，然后过来。我到八岁的时候还尿床哎，哇！然后那个因为我姐那个表姐的男朋友是医生，所以就是我们去看了以后，然后开始跟我讲话，讲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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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我最可怕的做梦的就是那个，所以都是跟妈妈说不要再吃那种东西，怕鸡蛋黄来抓你就对了。那是因为你有那个梦，所以会怕，所以你还常常梦到那个蛋黄超人就对了。那个是蛋黄怪物。一直做，因为我做梦都不会重复的。可是我有一个梦，从小一直都会，就是每一年都会碰到。我就在开车，我在开车，开车，开车，然后就在到大都市，然后突然就变成小巷子，然后巷子就越来越小，然后就到一个十字路口巷子，然后我车子就坏掉。然后车子坏掉的时候，就一个十字路口，我车子在中间，然后我门就打不开。然后突然就会有几万个小 baby 出来，很小很小的 baby， 然后每一个人拿一个筷子，嗯，这样过来，然后就挤在这个十字路口中间，然后就开始敲我的车子，开始咬我的车子，那我就会醒过来。你会一直做这个梦？我一直会做这个梦，所以我看到 baby 拿筷子，我就会，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会做这种梦啊？是因为他就很怪，对，因为这听起来我们要。会要跟他的背景跟生活情境来看了哈，你看那就是这个，怕许下承诺，这种 baby 看起来就是需要他照顾的，需要他呵护的。要我们来解释的话，可能就是哇，可能以前流掉很多小孩啊，有人来找我们，几万个几万个，马上要做爸爸，爸爸没钱了，没钱了。我的梦啊，我其实我不怕做。我做梦，我怕梦到鬼。我常常从小到大，我最怕的梦就是我梦到我经过一条街，旁边有人在办丧事。啊啊！我只要一听到那个声音敲，以前丧事不都敲那个大的那个咣，我就很怕，我就会吓醒。可是也只有这个梦是我重复做的，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常常最恐怖梦就是梦到我经过哪里，突然那里在办丧事，我就会吓醒。后来呢，我慢慢长大了，然后我有碰到一些命理老师，他们就跟我说，你下次你就念一个菩萨的法号，或者是我信的，比如说念观圣帝君的法号，我在里面念，我就不会怕，这个事情就会解掉。后来我就在。以后我就再梦到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一直在念这个，一直在念着，就不怕了。那香妮，你怕的是什么？我蜘蛛啊，蜘蛛怕的是应该的，有道理，对不对？有道理啊。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那美洲有那个蜘蛛，但是它那个有毒啊，等于它尿尿的话，弄到眼睛里变瞎了。是，所以说我从小的我妈跟我们讲过，感到那个黑色的，因为它真的很，我不骗你啊，真的很恐怖，那么大吃，蜘蛛会尿在你眼睛里啊？我不骗你，它屁股它会翘起来，它会喷尿啊，要喷大地，它会真的会喷尿啊，所以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小的时候她跟我讲过有这种虫，对不对？所以说她讲的很恐怖，我想说还好，但是我真的碰到的时候，小的时候真的我看到了，我真的。吓到都脚都粘到地上，我不能动，你知道吗？还好他有尿啊，但是我有比较严一点，所以说他没有喷到我的眼睛。我有地上都有一条线，都是他的尿啊。后来我就是我儿子嘛，我小儿子，我们出去的时候，大家要买那种甲虫嘛，哈，都是塑胶的嘛，一包。过大概一两天，小孩子先睡嘛，啊，后来我要上去睡觉的时候，我要盖灯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盖灯的时候，我感觉我的手有东西，啊，我的音响都是我的音响，从小的到大都是怕我盖灯的时候会有蜘蛛，我一盖灯的时候，就是那个袋子里面很奇怪，什么状都是小小的，都是都比那个蜘蛛就是那么大一个塑胶的啦。我儿子睡觉之前，他放在那个灯旁边啊，我一盖灯，
我碰到他，我真的我吓到了，旁边的那个小桌子我给他翻起来了。本来就是大家都好好的睡觉啊，我感到那个惊醒，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忍不住的那个怕，我旁边一个小桌子翻掉，我到神教真的没话说，连这个我都不敢拿了啦。你体型那么大，真的我用那个印象那个。真的很恶心、啊、真的有吓过，真的很恶心。其实很多人怕蜘蛛、啊，怕蜘蛛，对，怕蜘蛛。我们来看看孔锵怕的是什么东西。来，我怕是这个，怕白色，人啊、白人，白色。Oh my god！ 哇，你一定要搞到中国，你们觉得 low for you 奇怪吗？他哪一张照片让你 ？Why？ 为什么？我怕是那个太南非的时候死掉的人，他们都会穿那个长的白色的衣服啊。嗯，对啊，之前我妈妈给我讲说过说，死掉的人他们平常穿的长的白色的衣服啊，然后他们也是会出来逛街买东西，但是他们有一种特别的点，他们不会讲话，然后他们也是会走路走得很快。有一天我去市场买东西啊，太南非的时候，然后我就买好了，出来一个小路啊，然后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穿的白色的衣服，白色好像是很漂亮，然后我一直跟着她，我想给她说过小 hello， 但是她突然都不见。想到这个，她妈妈想的是死掉的人平常穿的那个长的白色的衣服就是那个女生，是死掉的，是鬼啊，死掉的，所以我怕这个。所以小时候就有这个阴影，对。对对，那这张照片是什么？他们为什么穿这样？不懂，对。这是死掉的人，他们会穿得很漂亮啊。嗯，不是啊，这个照片呢？这个照片啊，这个是告诉你们是他们每次是这样，女生那一天就是穿那个白色的，很漂亮，瘦瘦的这样妥啊。所以你的意思说在寿衣，假如你家人过世的话，你就要穿白色的。对啊，他们会死掉的人要穿死掉的人啊，什么样的寿衣啊？死掉的人，这两个人是活的，我怎么搞清楚？对啊，死掉的人是穿白色的，这样那么这样，他走路啊。然后台湾的地方是七月的时候，我也是怕看到女孩子或者是穿白色的衣服，我也是害怕。那你结婚时候太太穿黑的吗？对啊，对啊，穿红色啊，红色的。男生，你看到新娘穿白色的，你会怕吗？什么？你看到新娘是看白色，一般的那种西方的婚礼。哦，看到那个，因为那个不是那么瘦瘦的，看到新娘有的时候这边屁股这样那么大大的。他是怕这种形状的白色的，所以那天鬼屋吓他有什么用？鬼屋通通穿这样他就吓死了。穿白的，要下中山北路那种婚纱店他就吓死了。吓他就，哎，你看。最近我们 Selina 因为拍戏而受到这种，我相信她的阴影会存在，因为烧烫伤是真的要恢复时间很长。在这边我们当然也祝福她。我弟说，将来她以后碰到这种有那种火的戏啊，像秦伟也是一样，那都心理的一个创伤，对，会有阴影。说实在，我现在是讲真的，我现在有时候看到电视上有人看到那个法庭的戏啊，或监狱的戏，我都会害怕，对，又有阴影在。对，我最怕就是。甚至我跟你讲，你买那个手链啊，你都觉得是像手铐一样。但是我还没到那么严重，我会去克服它。就是，但是我还会继续看，因为我已经比较了解，我就会去看这种东西。去面对它。我说人都会因为有某些事情产生。其实我们最怕什么？我们最怕是家里突然来一个紧急电话。对对对，没错。我们常常录影录到一半说，啊哇，刚家里有紧急电话，不知道什么事。你开始心里就害怕了，对，我想马斯应该有这种经验。对，我很怕半夜或者是一大早的电话铃声。对，就不应该。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在生病，不应该有电话的时候，对，就不应该有电话。通常他们都知道我在睡觉，不会打电话给我。那个时候如果打电话给我，一定是紧急事情。那个时候我接到电话就说我爸过世了，然后我们就要赶快准备赶到香港去帮他处理那个。从那一次以后。还有我哥哥也是这样，他不是一次，他不是一次，哥哥也是突然，我哥哥也是突然，因为我哥哥心肌梗塞，他哥哥是吃饭吃到懂，对，然后人家就打电话来，然后我就后来我就很怕人家打电话给我，只要我们家电话铃声一响起来，我都会这样，就开始害怕，去接电话这样，就是没有理由的，其实也就是平常很普通人家打电话，但是我只要听到电话铃声我就很害怕，确实人会记下来嘛，那记在脑海里面，你会。
跟很多类似的东西连接在一起，有的严重我们就叫做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这种东西，比如说你今天也许是某一次开车啦，那你开车看，也许发生了一个车祸，你之后你搞不不用自己开车，你光看那个电视的影集，有一点点那种类似的，对对对，你就自己都吓到，搞不好连紧张起来，饭也吃不下，睡不好觉，这种东西会因你没有发生过就觉得，这个什么关系？对，会觉得无所谓啊。对，发生过的人吓都吓死，那个阴影是抹不去的。对不对？我有个朋友，他最离谱，就我之前认识一个有一个男生，他离过婚，然后有一次呢，我们这一堆朋友大家就去看电影，我们就看到那个以前有个电影叫《玫瑰战争》，就是一对夫妻为了要抢那个房子，怎么样去打架？对对对，打架的那个戏。那我们看好，觉得好好笑，怎么这么离谱？哇，还爬在吊灯上，还晃来晃去。后来我们就一直笑笑，回头一看他是吓得像。黏住了，对，他已经抓，然后这样冒冷汗，你知道吗？那我们就说，你干嘛这么恐怖啊？我们所有的人都笑得很开心。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有这个经验，他老婆他要跟他离婚之前，他老婆可能有忧郁症还是什么，就会每天磨刀，然后趁他去上班的时候，把他的床啊用刀子这样砍得这样几 K 几 K 的，你知道吗？他就会很害怕，他怕他哪一天他老婆对他做什么事。然后那个时候为了要谈离婚，两个人就扯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大概就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连我们去看电影，看到夫妻吵架打架这样，他都这样，然后这样冒冷汗呢。他很容易把他那个刀啦、吵架啦，就一直串联起来。所以我接下来问他探讨，就到底哪些事情又让你造成有时候挥之不去，到现在想起来都会害怕的，有没有？是有没有？有，像我就是楼下早餐店着火啊，我亲眼看到，然后看到那个老板被烧这样子，然后去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是用那个白纱全身包起来哦，然后那一阵子我去夜市，我看到那个瓦斯桶，我会怕到这样子抖，然后有一次去夜市吃那个什么牛肉面，然后后面的老板就在叫里面开瓦斯，开瓦的时候他说开瓦斯，讲到瓦斯我就怕了，开瓦斯不是会砰这样吗？对。然后那个桌子是四角形，我坐在里面，我旁边还坐着一个朋友，他开瓦斯砰的一声，我从里面飞到外面去，赶快跑着火，然后后面是我过那种神经病那个人怎么？另外一个越南的他听不懂，他也是听到砰，他跟着我跑，然后后面一对母女也跟着我跑，跑到外面去，然后跑到外面，他们说怎么了怎么了，我说像着火，老板说没有，是开瓦斯的声音，可是后来又进来吃，可是那一餐牛肉面我真的吃不下，因为我吓到就有点觉得随时要爆炸的样子。 对那一阵子我没办法去夜市。我今天看这个电视上 talk show 都讲了黑人白人不同的，黑人常常看有人跑他就会跟着跑不出来，黑人都会哇说好发生什么事，他说我不知道我也跟着跑，白人不一样，白人我说你看他跑啊什么事就过去了，你知道吗？黑白人不一样，像他们就跟着跑。所以你是怕那个瓦斯砰的一声，对，然后那你干嘛吃火锅？那吃个牛肉面哦。对，然后那个什么，跑到外面的时候，他们说，怎么了？连我自己也想笑，就是又好笑又可怕这样子。对，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的圈内有个制作人，他是穿高领毛衣啊，他去吃火锅，火锅是用那个酒精，那液状的，黏的，像浆糊那种加的，点完了嘛，但有个服务生就点，结果突然。就沿着他身上烧起来，整个头发烧起来，脸烧一半了。他高领毛衣还脱不掉啊。对，因为他尼龙的会融化，就跟丝袜一样。是啊，你看他以后怎么敢吃那种火锅？对，那心理阴影有多大，对不对 ？Mini， 我是梦里面常常会梦到这个，吊床睡觉。对，因为小时候那个表哥他们很捣蛋，只要我们睡午觉，他们掀起来，然后把我推下去。所以我梦里面真的是从黑黑的地方就掉下来，一直到现在。所以那个老公说叫我去做那个大怒神。大怒神。大怒神那个就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他觉得我知道掉下来是很安全，以后就不会重复那个梦。可是还是没有用，我会更怕。你掉过吗？有，我去掉过。小时候。不是来台湾。来台湾的时候我去，因为老公说治疗一定要是这样子，老公怕水，然后去学游泳以后就没事，所以他也是一样的道理。可是我去的时候我三天就没办法，所以也吃不下，
嗯，我真的很不舒服，真的觉得我做的好像不对。意思有时人家说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嘛，因为你害怕的东西你就面对它，克服，也许能克服，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其实基本上是对的哦，因为你就好像我们还有各形各色的怕，有一种人呢，他会产生一种叫做对一定的场所恐惧的，像我们大家，我想在座你搭捷运，我常常搭捷运，有人不敢搭捷运啊？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在搭一次捷运的过程里面发生了我们临床上面叫做恐慌的那种现象，那一慌起来，他会觉得整个人好像窒息呀、啊，喘不过气来呀、啊，然后那个就好像觉得自己就要快要挂掉，哇，那时候甚至还要赶快按紧急铃，然后大家莫名其妙怎么要让捷运刹车，然后就叫人家送他去急诊室，一检查没事。那一次经验之后，我们这种恐慌症的病人，他在哪边地方发作，他就很怕去。所以有的人就因为这样不肯搭捷运，有的人不敢搭电梯，甚至有的人不敢搭飞机。嗯，那你治疗你还是就得从那这句话就从对不对？那你其实就是我刚刚讲，你必须要去系统的让他教导他怎么放松，然后甚至也要人陪着他，然后一步一步的去从那边克服他，要不然他就会悬在那个地方，永远。造成他的困扰，就好像我们常梦到要上台表演了，妆还没有化好。那是你最怕的，是吧？最怕的，他已经上台唱歌唱一半忘记歌词，我好怕、喔。我们以前常常梦到什么？梦到课业交不出来。哦，对。我到现在还在梦到我念高中。啊，暑假快结束，我课业还交不出来，还没写完，然后在梦中就拼命了，常交不出来，是不是？如果你最近接好几个节目，如果碰到那种，有时候你不一定会梦到现在这样，你就会梦到你高又课业又交不出来，而且我还常梦到什么？我还没退伍，哇，还没退伍，一直在当兵，对，就两种，就因为以前我高中三年都在补考啊，嗯，每年都在真实的在补考，可是我在梦里就一直毕不了业这样。就你最怕的嘛？对呀、啊，最怕的、啊。所以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件事。对，这个梦境又重现，是不是？告诉你，那这样我应该再回去再念，对不对？对。要念完，要克服的障碍。哪里跌到哪里爬起来？哪里跌到哪里爬起来？要再念。哎、欸，那我刚刚问你的，阿力哥，是你上次那个小朋友出门进门那个砸门的地方，对，有没有造成你心里一个阴影？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怕东西的人，可是我会觉得我会比较。小心，马斯利知道这个事吗？不知道哎。我上次坐火车从花莲回来的时候，就是到了那个八德路那个松山火车站。嗯。然后我跟我小朋友出去的时候，我因为带了行李，然后我出去把他抱起来，我把他放下来，我转过来，我还有行李在火车上。我一上火车门就关了。小孩在里面，我小朋友，我儿子还在外面。外面。我儿子在外面，我已经上车了。然后就我怎么按都按不了，按那个门打开怎么弄，我怎么搬都搬不开。然后火车就开始动，小朋友就是一个窗户，我就看到我的儿子在那边，我就这样走了。然后我永贤在后面，永贤在大叫。啊，后来呢？后来就我们还好，我们过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三家庭出去，跟黄家谦。你再怎么近，你要下一站回来嘛。对。我们走的时候，过了已经上月台，家谦已经要上手扶梯的时候，你就看到家谦转过来，他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快点打电话给家谦，然后家谦一接到，他说我已经抱了你小孩。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一上去他人就不见了，他跟夏可丽要走那个手扶梯，他说就有一个原因，他就转过来，他就看到一个小孩。四岁就站得很远很远，差不多100公尺，他就跑回去看到是 rider。那这件事情，这以后你们出游的话会，所以当然现在就是比较现实了。我跟永贤就说，反正现在就是你跟一个小孩，我跟一个小孩，你不要放开他。可是我坐火车现在就是我一上火车，我发现我现在会看那个紧急钮在哪里哦、喔，看到没有？真的就会开始很注意，然后我就看紧急钮在哪里。要怎么开这个门？我还很注意出口在哪里。我觉得有些东西就会比较小心。真的，我会怕，因为那是你小孩，还不只是我，是我小孩子的。Eva 为什么哭啊？啊？你我会了解。你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嘛。小朋友，因为我是大概一个月前，我带我儿子散步，然后他在就是在路上在对面看到了我们的邻居带他的女儿，然后他看到了妹妹就想打招呼。他就下去他的娃娃车，动作超级快，就冲过去，然后刚好两台车，我只有听到了这个刹车的声音，然后按喇叭的声音，你不要，乖乖不要，拜托你啊。然后我的小孩完全看不到了，他完全没有听，他只是冲过去找了妹妹，然后我的邻居就直接跟我说他安全，他 OK 的，
我那时候就吓得完全没办法动，我马上抱他回家，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如果他发生意外我要怎么办。那时候我三天我去上厕所，我叫他跟着我上厕所，他要站在我旁边，连他出去外面我都不准他去，他睡觉的时候我就牵着他的手，我没办法。然后我那时候就打给我，大概三天前他一直哭一直哭，因为天气那么好他想出去玩，我就打给我爸爸，给我爸爸说，爸爸我没办法，我要怎么办。然后他就说，我爸爸说你要找心脏科医师，因为你这样子的状况，还有骂我你等了三天干嘛。我没办法，这样子跟小孩子发生意外的这些我没办法。还好你爸没有叫你再带那小孩回那个路口。对啊，从哪里跌到哪里起来。是啊，我这次去日本去是 Emma 也是一样，从这条街穿过来，他跟他妈妈去，突然怎么会，他妈妈在结账他就跑过来，那车就差点撞到他，妈妈吓死了。那个我画面我就看到，我那时候就心里想，我万一撞到怎么办？对对对对，在日本呢，对不对？对对，所以小孩一定要看紧，就是一定要牵紧，一定要牵紧，因为他的孩子，他那个孩子可能他很聪明呢，一定会很聪明嘛，他还跑出来。有一些孩子刚到爸爸里面，爸爸已经躲，他会看紧，追追追，他会追，然后突然不小心那个摸他那个，他会下去啊。对，所以说是不是胆小的小朋友比较好呢？对啊，对，站着不敢动就算了。胆大的他到处跑啊，你怎么抓？所以胆子小还是好一点，有好处。Emma 刚刚讲那个吼，我看他在伤心，我也难过啊。但是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害怕是比较抽象，不是什么东西，而叫做分离焦虑。哦，像我刚才看到你那样，因为小孩子那样子，你会担心他在受伤。也许你以后日常生活在他那么小，你就天天黏在这边。我们在有时候碰到一些幼稚园或是上小学的，当你黏的过紧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会发生另外一个问题。当你一放开教室，就妈妈走了，他就开始哭了，他哭一整天了。所以适当的有时候要找专家来试教你调息。回到现场不是坏事，只是不是制造那种那么恐怖的现场，让他知道，哎，顺便教小朋友以后在这路口，对，要跟着妈妈，然后我安全的再过去，顺便让那个安全的进重还原，大家才会比较舒服吧。所以今天希望观众朋友看我们所有节目，大家贡献他们自己的经验跟故事呢，也给你有一点收获，谢谢。记得哦，帮我们订阅哦，还有按赞哦，还有开启小铃铛啊。